我叫秦爽，一个21世纪的屌丝，就在刚刚被一个跳楼的傻砸中了。等我睁开眼，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天台上，头好疼，哪来的一股子腐臭味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楼下怎么聚了这么多人？露天趴？不对。 这些是丧尸吗？什么情况？明明上一秒我还在正常的世界里，完了，全身上下只有一袋花生米了，必死无疑了。吃完这袋花生米，我就可以归西了。真希望死前我也能交个女朋友啊！ 有丧尸，完了完了，丧尸怎么上来了？死定了死定了！我真该死啊！现在看个丧尸都如此眉清目秀，性感诱人了。好漂亮，是活人。 老师，饶命啊！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，说来话长。妹子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妹子，小心！你有病吧？盯着我裆部打是什么意思啊？妹子，你开枪！还在这边呢。是这边的丧尸。 子弹都打中，你能不能朝我这边？这次的明果成色还不错，刚洗干净又脏了。喂，都什么？你小子看起来心里头肉的，快醒来！哪个阵营的？快醒来！这一定是在做梦，是我恐怖片看多了。 等我吃饱睡一觉，睡一觉醒来就好了。<笑>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长生果？啊！你也喜欢吃花生米啊？我在问你话呢。到底是哪个阵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珍贵的食物？我……别！女侠，刀下留人！我叫秦爽，只是个普通的靓仔。花生米是我在王大麻子超市买的。该死！ 你没事吧？中弹了？我说这边一丧尸怎么会主动找上门？原来是有人想害我。哼，我就说这娘们的本事厉害，把丧尸引到他那里去，让他帮我们解决就成了。老大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！分一兵一卒就能得到丧尸的明果。可是老大，这娘们只是伤了腿，她这么厉害，不会摸过来杀我们吧？不用担心。 老子第一枪的子弹里面有尸毒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它耗死。<笑>你的腿是尸毒，是新型二病毒，比普通丧尸病毒更厉害。我的身体进化程度不足以抵抗，这次我死定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是17号营地的人。 他们应该是想要我刚从丧尸体内得到的明果，要是被他们抓住了，我们必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走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中了尸毒，没有青霉素的话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丧尸。你走吧，不用管我，帮我找到我妹妹，叫她快逃。被17号营地的这帮渣子抓到，她会生不如死的。那个人。 对，还有办法。青霉素，只要有青霉素就可以解毒吗？什么叫只有青霉素就可以？你不知道青霉素这种东西有多难弄到吗？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稀有的东西。啊，最稀有。等会我开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趁机从天台逃走。这是我妹妹的地址，记住，一定要告诉她。就是现在，快走。他刚救了我。
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他跑了？青霉素，只要能回到我的世界，青霉素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东西吗？我想回去。系统开启，是否实行穿梭？系统，他刚救了我，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他跑了？青霉素，只要能回到我的世界，青霉素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东西吗？我想回去。系统开启，是否实行穿梭？什么穿梭？是穿梭回我的世界吗？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那我回去以后还能回来吗？可以。我要回去，现在，马上！启动穿梭。会不会开车啊？哎，你别占道啊！真是的。青霉素，青霉素。那小白脸一定要通知我妹妹啊。嘿，头儿，桥车停了，这娘们撑不住了。走，兄弟们，该去收获战斗成果了。喂，走廊上不准乱跑。是青霉素，拿来吧你。穿梭，穿梭。没死，没死就好。你神经病啊！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妹妹呢？青霉素，我带来了。你怎么会有青霉素？我刚才就是去拿青霉素的。别多问了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青霉素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们要一起活着出去，吃了它。我怎么样？感觉好点没？消肿了，毒素也都褪去了。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毒素控制住了，你这是什么青霉素？小的们，去把那娘们找出来。啊？是在找我吗？很好，我还想去找你们呢，想不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好，好啊！不要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来他不用我担心了。嗯，正经人日记，切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新闻里说，隔壁省发现了一种新型R病毒，感染者会变得暴躁，且具有强烈攻击倾向。我们的城市也开始了大面积的管制和封禁。2080年7月24日，电视里说二病毒已经全面失控，要求居民待在家中，严格遵守管制。但社区给的食物只剩下最后一包了。9月1日，我决定离开这个牢笼一样的房子，我可不想再像个傻子一样饿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趁着我现在还有体力，幸运的话能找到食物。来吧，今天不是你吃了我，就是我吃了你。嗯，没了。之后他就没回来了，不会死了吧？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，被感染R病毒的人都会变成吃人的丧尸。目前食物短缺，城市瘫痪，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被感染了。最重要的还有一点，青霉素。青霉素在这儿比宝石还要珍贵，我却可以在我的世界里随意买到。也就是说，罢了。说，你居然有一盒青霉素！我说那娘们怎么还活着？跪下！整整一满瓶，要是交给组织，一定会给我连升3级。你小子可以去死了！等等，别开枪，我还有。住手！把枪放下！嗯，别过来！不然我就杀了他！你要是敢开枪，下一秒我就爆了你的头。刚才的战斗已经引来了大批丧尸，现在放了他还有时间突围，要是拖下去，我们三个都会死在这儿。放了他。萧云兰，你杀了我这么多兄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萧云兰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把你剁碎了喂丧尸，来祭奠兄弟们。喂，他都走了，起来吧。这里应该已经远离丧尸包围圈了，先休息一下再出发。那么，该轮到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长生果和青霉素这种稀缺物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长生果和青霉素这种稀缺物品？这个萧雨兰看上去倒像个心思纯正的女孩，不过我是生存法则，对任何人都得留一手，轻易暴露底牌可是会要命的。给你啊，青霉素，这一盒送你了，就当是你刚才救我的报酬。你要是答应之后一直跟在我身边保护我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认真的吗？不用客气，收下吧。我不光有青霉素，还有其他你绝对渴望的东西。更渴望的东西？对，比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素盘、熏鸡白肚。停！我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就随意答应的。我可不想保护一个可能是敌对阵营的人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不属于任何阵营。你可以把我当成是某个世外桃源里养尊处优的靓仔就行了。这细皮嫩肉的，看起来的确像个养尊处优的少爷。我能活下来也多亏了他给的青霉素。不管怎样，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叫秦爽是吧？以后我会跟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但如果我发现你刚才说的有一丝假话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叫我爽哥也行。你的好运来喽，小兰兰。既然我们定下了契约，我能请教你一些事情吗？什么事？末世小课堂。末世的罪魁祸首是二病毒和民国。二病毒把正常人类变成了丧尸，80%的感染率，让全世界90亿人口锐减到了15亿。民果同时具备植物和矿物两种特征，既可以被生物直接服用，也可以用来制作净化药剂，还可以当作能源储备，还是末世的一般等价物，相当于和平时期的货币。净化药剂分为1、2、3、3种等级，分别对应20%、30%、35%的净化概率。能源还可以按照1、3、9的列阵组合组成的能源阵列能量更大。由于二病毒的快速适应性，高科技基因抗生素对这种病毒效果轻微，反而是多年前最常见的青霉素类抗生素功效拔群。但由于合成青霉素的微生物同样发生了变异，培养条件极其苛刻，生产困难，在这个时代里，青霉素作为救命药变得格外珍贵，价值连城。末世的人类也组成了各种组织，以地区分布，主要分为小、中、大三个级别规模。我们所处的城州便拥有三个小型组织，分别是17号营地、大地建筑和攀登者共协会。之前碰见的那伙人就是17号营地的，他们是个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的暴徒组织，他们的暴行你以后会见识到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大概明白了。这附近的丧尸太多了，看来今天是回不去基地了，先找地方休息一晚吧。睡吧，我会在旁边守着的。光看脸的话，还挺难想象他是个这么厉害的存活者。炎黄系统，穿梭回21世纪。开始穿梭。好重啊。你醒了。秦爽。房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被一个跳楼的疯子给砸晕了，不过医生说了没什么大碍，幸亏我把你的紧急联系人设置成了我，要不然呢医院都找不到人交住院费。啊，你啥时候设置的？你饿不饿？我下楼给你买些吃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干嘛那么害羞嘛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真讨厌。你看你这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，我下楼给你买吧。要给你带点什么吗？有，那麻烦你了。那你给我写个清单吧。趁现在没人，先研究下这个炎黄系统。看来只要默念炎黄系统四个字，手臂上就会出现光标。挺简单的，穿梭、储存、充能，
不过这个充能要怎么充？充电吗？我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我来拿吧。哎呀，你别动，你可是病患哦。他是我的房东江落雪，一个富家千金，就算我是瞎子也能看出来他喜欢我。但我一穷二白，根本不能给人家幸福。但现在我有了这个炎黄系统，借这两个世界之间倒卖物资，或许能有收益吧。等有了钱，也许我和他……小雪，赵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？你爸叫我过来接你去岳海轩吃饭。我说了，我不去了，我这儿还有事儿呢。今天你必须去，这是你爸下的死命令。可是，哎呀，赵叔，你别推我。你先在楼下等我。啊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管，先下楼等我。你这种没钱没势的屌丝也配缠着小雪？喂，醒醒。天亮了，我们该上路了，从这儿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基地了。喂，等等我。这就是我们的基地，隐藏的真好啊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喂，若雨，你看，我把青霉素带回来了。姐，快把药吃了，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这是你妹妹，她这是怎么？她中了尸毒，昨天我出去就是为了猎杀变异丧尸，获取明果来换取青霉素，没想到被十七号营地的人埋伏了。姐，你遇到埋伏了，有没有受伤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对了，我带来了一个朋友，昨天多亏他救了我，还给了我们珍贵的青霉素。哦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不用谢。两个女孩子能在这种环境下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吃点东西吧。好，跑了一天我都快饿死了。有那么难吃吗？我吃着还好啊。你们平时就吃这个。你哭什么？有那么难吃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们太可怜了。别吃这些垃圾玩意儿了，你等等啊。为什么不吃？这是我好不容易从下水道收集出来的。就这个吧，张嘴。啊，这浓郁的奶香，这沁人心脾的甘甜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不动了？好吃。喜欢的话，我这儿还有。给。手，我的手。美味，还能再吃一颗吗？若雨，尝尝这个。太好吃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奶糖啊，刚才那个哥哥给的。真是太好吃了，活着真好啊。慢点吃，这还有很多呢。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拿去吧，这些吃的都给你们。这是，都是我在书上见过的零食，这些全都给我们。都给你们吃，别担心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呢。不能这么白拿。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收集的所有明果，全都给你，拿去吧。这东西一靠近，右手就开始发烫，难道和手臂上的系统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我收下了。不过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确定全部都给我吗？你给的青霉素救了我们的命，还有这些食物，你本来可以换取更多明果的，但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其余的以后会慢慢还你的。你还真是个朴实无华的好人呢。
这明果和手臂上的系统果然有关联，怪不得一靠近手臂就会发烫。呀，不见了！已充能，穿梭次数加二，穿梭次数三次。原来充能是用来穿梭的，我还寻思研究研究这玩意儿的用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多充几个再说。已充能，已充能，已充能。哈哈哈哈！这下我可就无敌了。已充能，穿梭次数为九次。九次，应该够了。剩下的明果我先……哎，我的明果呢？我那么大一包，怎么就剩这俩了？啊，该不是 ……A few moments later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副表情？没事，有点便秘而已。吃饭。怎么又吃这个？我不是给过你挺多吃的吗？那么珍贵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全吃完？而且这个可是我在下水道辛苦收集回来的，不吃可惜了。不至于吧，我这还有很多吃的呢。可是你不是把所有食物都给我们了吗？他不知道我有系统储物空间，如果再从里面拿出东西来就太奇怪了。我目前带的食物也不够三个人吃的，还是得回去多囤些吃的才行。我目前带的食物也不够三个人吃的，还是得回去多囤些吃的才行。其实我是个商人，每过几天就会有人来给我送货，吃的东西完全管够。商人？之前你怎么没说？那是之前还没有完全信任你。总之我明天得外出一趟，到时候会多带些食物回来的。我出去取货了。等等，拿着这个。这枪怎么这么小啊？枪不在小，主要是够劲儿。这把枪可是暗杀神器，以防万一，你先带着吧。那我走了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雨若，你能下床了？是啊，那个大哥哥给的药效果特别好。啊，太好了。姐姐，你暗中跟着他，看他去哪儿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人的行为举止都跟这里格格不入，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也知之甚少。他说他是商人，应该是随口编的。虽然对我们非常慷慨，但现在就相信他还太早了。走这么远了，应该没跟着我吧？穿梭，开始穿梭。哎呀，还是先出院吧，老在医院待着我可交不起住院费。哎，几个月没工作了，积蓄都见底了，以前以为自己会发财，结果还是个穷光蛋。总之先囤些末世里急缺的物资吧。食品和药品虽然在末世里很珍贵，但根本没有销售渠道。如果去卖给七号营地，他们那帮穷凶极恶的畜生一定会把货抢走，再把我杀了。结账。虽然萧云兰身手厉害，毕竟势单力薄，最多也就能保护我不被丧尸吃掉。咦，他好像说过有些比较温和的势力营地，或许能接触接触。您好，一共是1054元。好的。这么多东西，系统空间应该能装下吧。对了，还得带些换洗衣服，穿梭一次就得耗费半个明果能量，得省着点用。气死了，明明不用这么省的，该死的茅坑。奇怪，这个秦爽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我这跟踪技术有这么差吗？就在这个制高点守着，不信你不出现。把这些东西摆明面上带回去，他们就不会起疑心了吧。什么鬼，来的时候明明一只丧尸都没有啊。怎么办怎么办，越绕丧尸越多。没路了。你别过来啊。
穿梭，穿梭！触发被动技能，快速攀爬已激活，是否进行提升？快抓不住了！穿梭，快穿梭啊！您目前有七个技能点，升级技能需要消耗一个技能点，每次升级所需技能点是上次的两倍。什么鬼系统啊！提升，提升！已为您提升至两级，耗费三个技能点。啊，这么牛！现在一只手都能抓稳这钢丝了。太爽了，简直跟蜘蛛侠一样！啪嗒！还以为他是个普通人，没想到攀爬技术这么强。雨若说的没错，这个人不简单。来时的路被丧尸堵死了，得先找个制高点。爽啊！这系统让人越来越期待了。想吃小鲜肉吗？来啊，来啊，来抓我呀！这是我的握力。这么多丧尸啊，我就算用麒麟臂也要完蛋了。溜了溜了。好险，走位还是不能太风骚，刚才但凡被抓破点皮就完蛋了。哎，怎么感觉比刚才轻了很多？我爆呢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我走这么一遭啥也没捞着，我资源还丢了吗？不行，那可是用来转第一桶金的棺材板。嗨 baby 们，我又回来了，想不想吃白白嫩嫩的小人手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不要急，大家一个一个来啊。没了吧？这丧尸也不过如此嘛，劣势小技就解决了。错觉吗？镜子都没看清，如果现在穿梭回去，等我再回来还是会在原地。可恶，只能系统所有能量都升级技能。已将所有能量全部清空，快速攀爬已为您升级为六级，获得特技胆大心细和如履平地。看清你的动作了。不，耗光所有能量升级居然只能和他的速度持平。拼了。还不死啊！还不死！还不死！让你狂！让你狂！这是民国！哈哈！看来还算捞回点本。居然能逃出来！
这个秦爽的战斗力应该和我不相上下了。我回来了，快来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，包你们大吃一惊。啊，爽哥哥，你回来了。你是？是我，小宇宙，拆了绷带就认不出人家了吗？啊，爽哥哥，你怎么浑身都是血啊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这都是丧尸的血。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雨若，还是让雨若为你检查一下吧。哦，好啊，活着真好。的确没有什么伤口，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爽哥哥，你身上这么脏，得赶快洗个澡，我和你一起洗吧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一起洗？对呀，现在水资源很少的，我们得节约用水才行。爽哥哥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快点进来啊！那什么，这事让你姐知道，不会杀了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姐姐不会生气的，平时我们俩也会一起洗的。这样不好吧？不要磨叽了，快点进来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哈哈，我来了。我停下，秦爽，我妹妹你都看见了吧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哈哈，我来了。我停下，秦爽。我妹妹你都看见了吧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，这么多东西够我们吃好多天了。对了，为了营养均衡我还带了水果。这个是香蕉。你很喜欢？别客气，给吃吧。甜啊，姐姐，好多好吃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秦爽，这么多吃的全部都给我们吗？你要知道，这可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资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承诺过了，只要你保护我的安全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之前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却一直躲在暗处，没有出手。我的存款最多也就只能再买一次这么多量的物资了，我得想办法快点搞到钱才行。还得弄到明果补充能量点，之前给技能升级已经全部用完了。钱？你要钱干嘛？现在的钱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啊，准确来说应该是金银财宝什么的，我的生意就是用物资来换取这些东西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质感，这是黄金。对啊，我记得是叫这个来着，这东西现在也不值钱了，我看它方方正正的就拿来垫桌角了。这个算是你要的金银财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那边桌子底下还有五六块。都归你吧，反正我们留着也没用。发财了。小雪，我有钱了，我终于可以。雨若，你要干什么？现在杀了他，他的物资全都是我们的了。不行，是他救了我们，要不是他给的青霉素，我们俩活不到今天，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基地有人背叛，我们被17号营地追杀，基地上下几十口人全部惨死，只有我俩苟延残喘地逃了出来。今天在浴室，要不是你拦着我，
我早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了。雨若，秦爽和那些叛徒不一样，我们俩全部身家加起来都换不了一盒青霉素，但秦爽还是把珍贵的药品给了我们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怎么光动嘴不出声呢？爽哥哥，雨若想跟你一起睡吗？啊，什么？秦爽，我也要和你一起睡。你也一起？美梦成真。云兰，你这是要干嘛啊？有事咱私下好商量，但你妹妹还在这儿呢。哼，秦爽，今晚只能我在你身边，以后也是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敢在夜里偷袭你。确实安全最重要，不过能不能先睡觉？我好困。爽哥哥，你是进化者吧？什么进化者啊，我就一标准靓仔而已。那你是怎么逃出那栋大楼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雨若的鼻子很灵的，你昨天一回来我就闻出来了。那个大楼很恐怖的，能活着走出来的都是很厉害的进化者。爽哥哥，你一定也很厉害吧？我昨天走错路了，不过在里面没碰见几个丧尸，全靠云兰给我的手枪才侥幸逃脱。哦，这么说你枪法不错了，那跟我去靶场练练吧。全靠云兰给我的手枪才侥幸逃脱。哦，这么说你枪法不错了，那跟我去靶场练练吧。你确定你瞄的是靶子，还是说你有什么眼疾？我来教你。手臂放松，静下心，瞄准目标，发射！哈，打中了！激活远程武器掌握技能，是否升级？这系统果然还能激活更多技能，但是我只剩下从红丧尸身上得到的那枚冥果了。一个冥果能充两个能量点，我还要留着用来穿梭。云兰，你知道哪里有卖冥果的吗？你是说能交换物资的地方吧？当然有，离我们这里2公里有个小型物资交换处，那边应该有冥果交换。太好了，你带我去吧。谁啊？老葱头，你也太一惊一乍了吧。抱歉抱歉，我怕的可不是丧尸，我怕的是人。说吧，你们想交换什么？我们想交换冥果，你这里有吗？你想拿什么交换？这个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21世纪前期的鲜肉罐头，在这年头哟可是太少见了。等会儿我先把冥果拿出来。来。你这小子看起来傻了吧唧的，人倒是挺精明啊。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，丧尸不可怕，怕的是人，我还是防着点好。那你等着，我去把东西拿出来。这是我这里所有的冥果，一共11颗。按市面上的价格来算呢，一个变异肉罐头可以换2个冥果。那你这是高级货，我可以算你4个冥果。但我只有11个冥果，少的这个冥果我以后补给你，怎么样？不用补了，而且我再给你一个罐头。但是呢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你仔细看看，认识这个吗？在下眼拙，
这东西应该是黄金吧？哈，没错，眼力可以啊！看来找你没错了。多给的罐头是你的佣金，老哥，您一看就人缘广，帮我收集这种金属，我会拿罐头跟你交换，如何？小子，你这生意听起来是挺有赚头的，但你拿着黄金干什么？这东西也不值钱呀。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尽管使劲找，越多越好，再多我都要。已充能，能量点剩余24点，升级4次，远程武器掌控。远程武器掌控已升级4次，获得了一个全新主动特技厄运攻击，剩余能量9点，下次升级需要消耗16个能量点。耶，全中！我这算是神枪手的水准了吧？对了，刚才激活了新特技厄运子弹，听起来很牛的样子，打一发试试看。提醒，厄运子弹一天只能免费使用1次。啊，咋这么抠的？那我怎么才能使出厄运子弹呢？大喊厄运子弹发射即可。切，放个招还得大喊出来，这也太羞耻了吧。你们人类不是都喜欢在发招前喊出招数名称吗？这是按照你们的习惯设定的。你这人工智障，这时候倒学会体贴人了。厄运子弹发射。哎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这威力不就是个普通子弹吗？姐，他在干嘛？不知道。这些杂物就放在这里吧，得给秦爽腾出个房间来。哦，看来我还得再研究研究。哎，这么多东西你拿得动吗？我来帮忙搬吧。一点不重啊，这点重量对于我们进化者来说根本不算事儿。进化者都这么厉害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普通的幸存者是无法与其相比的，但是能成功进化的人非常少。那成为进化者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进化者？你确定要变成进化者吗？进化者都这么厉害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普通的幸存者是无法与其相比的，但是能成功进化的人非常少。那成为进化者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进化者？要想成为进化者有3种途径。第一种，感染二病毒，只要能扛过去，没有成为丧尸，成功免疫，就有机会成为进化者。但这个办法只在二病毒大爆发的初期比较多，后面就很少听到了。第二种，直接吞服敏果，吃下去之后，只要没被撑爆，有小于10%的几率成为进化者。第三种，服用进化药剂，一级进化药剂有10%的几率可以成功成为进化者，2级20%，3级30%。听说那些大型组织还有更好的进化药剂。那这药剂在哪儿能弄到？不管要多少物资我都可以换。我可以带你去大地建筑联盟那边碰碰运气，他们和17号营地不同，是只看利益的组织，你用物资应该就能换到进化药剂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出发。话说雨若妹妹不跟着一起来吗？而且我这几天怎么总感觉她在瞪我。不用管她，她瞪你是因为她有病。怎么感觉基地附近的丧尸越来越多了？看来得找个时间清理一下了。该死的秦爽，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？啊，什么鬼，对面的大楼怎么感觉要塌了？这也是你的基地？为了保险，我会设立几个补给点。大地建筑联盟离我们这儿的距离比较远，还是开车比较好，走高速2.5小时就能到。有几个丧尸在后面跟着我们。没事，过会儿就能把他们甩掉了。我说，你确定要变成进化者吗？
你应该知道，就连最高级的进化药剂也会有致死率。我现在不确定要不要服用，不过先买到手再说吧。这次去大地建筑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交换物资。据云兰所说，这个大地建筑联盟应该是类似商会一样的组织，不过也难保看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杀人抢货。看来第一次交易不能放太多东西出来，先建立双方信任再说。是红僵尸，怎么会一下出现这么多？快开枪把他打下去。怎么打不中？老子明明百发百中的。红丧尸会本能的躲避子弹，一般速度的武器伤害不了他们。秦爽，你来开车，我来搞定他们。我说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保镖啊。秦爽，怎么会？这些红丧尸你一瞬间全杀了。好险，差点就赶不上了。肖玉兰，糟了，不能再隐藏了，速战速决。躲子弹是吧？老子怼着你的头开枪，你总躲不掉了吧？嘿嘿，这个秦爽居然这么强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六只红丧尸全秒了，这已经接近于一级进化者的能力了。哦吼吼，发了发了，全是民国，又可以升一级了。看来刚才那么高速的运动，身体还是消耗不起啊。要不多健身看看。这民国怎么这么难找？别忘了，秦爽，看周围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丧尸啊？不清楚，总之先上车离开这里。省点子弹，这么多打不完的。不动了，丧尸的残骸卡在车底了。肖云兰，你还剩多少子弹？没多少了。我这只剩十颗子弹了。十颗子弹在这么多丧尸面前一根毛都不算。我现在能用的技能只有厄运子弹了。系统，你之前是说每天只能免费领取一发厄运子弹是吗？是的。那我剩余的技能点能买几发厄运子弹？剩余技能点9。厄运子弹首次购买每次只消耗一个技能点。那我买7发厄运子弹。技能点减7。厄运子弹当天使用量1+7。剩下两个技能点是穿越用的，如果8发厄运子弹打出去都没用，那我只能先穿越回现代了。但是肖云兰怎么办？他一个人肯定逃不出去的，他绝对会死在这里。别担心，这车很牢固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。不是叫你省着点用子弹吗？这么多丧尸，你把子弹全打完也无济于事。总之你要至少留下一颗子弹，这对你有用。一颗子弹能有什么用？我永远都会留下最后一颗子弹，你不会想让自己被丧尸活活咬死的。最后这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，这个世界死亡是最常见的事情，我随时都做好了丧命的准备，但是我希望自己能不那么痛苦的死去，所以我建议你也留下一颗子弹。没反应，八颗子弹全打出了，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下雨了，至少我们不用担心被困在这里的缺水问题了。现在我们只能求老天保佑，
附近有其他人把丧尸群引开了，但不会有人这么好心的。好臭！雨水把丧尸身上的腐肉泡发了，所以每到下雨天都会有股腐臭味。桶都接满雨水了，把洞补上吧。这雨下得真大啊，好久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。再这样下一天，也许能看见有趣的东西。什么有趣的东西？丧尸本质上是不死不腐的，但是水分会流失掉，所以你现在看见的丧尸都是干枯状态的。不过当他们被水泡过一段时间后，皮肤就会膨胀起来，乍一看好像他们当初活着的样子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如果他们继续吸收水分，皮肤就会被撑得更大，直到皮肤张力的极限，最后爆炸。但是他们还不会死，只是外形会变得更有趣而已。别说了，伴着这个尸臭味，我都有点想吐了。快看，他们已经变回人样了。这就是你生前的样子，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。如果你还活着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你会做什么？这个问题我倒是还没想过。如果没有丧尸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我想当个甜点师。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不会，这个职业很适合你。不能丢下肖云兰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等我再休息一天，也许能带着肖云兰用急速攀爬技能冲出丧尸区。好密集的闪电！这个地区一直很干旱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。全倒了，所有的丧尸都被雷劈死了。把尸体搬开，挪出一条路来吧，不然开车出不去。好烫。天亮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活下来了。哎，有辆车过来了，快去报告给守门官。是。守门官大人，快醒醒，城门外来了辆车。切，妈的，这才几点啊就来人，派人下去问问。哎，车上的人都下来。没见过你们，哪儿来的？是来寻求庇护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商人，是来交换物资的。你说你要交换物资，把东西拿来给我看看。刘哥，这是他们要交换的物资。哼。喂，物资还没换呢，你怎么就打开了？没事没事，正好让你们试试商品的成色，你快尝尝看怎么样。算你识相。好香啊。刘哥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可以了吧，这一罐头都被你吃完了。这么点东西我还没吃就空了，都没尝到味儿呢。可以了吧，这一罐头都被你吃完了。哼，这么点东西我还没吃就空了，都没尝到味儿呢。没事，我这还有，你再来一个。清爽，他已经吃了八个罐头了，你知道八个罐头能交换多少东西吧？还行，吃了个三分饱，剩下的汤汁就赏给你们了。别抢，这是我的。这罐头味道不错，我会为你们通报城主的。来人，把这两位客人送到待客区等候。跟我来吧。新到的物资，你瞧瞧。我这东西质量绝对没话说。这些房子都住了人吗？当然，这些都是城主慷慨庇护的难民们，要不是城主的帮助，这群人早就在外面被丧尸吃掉了。哎呀，他们得敢偷药品，看我打死你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饶命，我再也不偷了。是个女的。哎，大哥，手下留情啊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动手呢？躲开！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？
他居然敢去仓库里偷药品。药品是比食物还要珍贵的稀缺物资，擅自动用药品，重则死罪。这个小妮子居然偷了好几次，得亏这次被我给逮着了。你把药都藏哪儿了？快给我交出来！这事儿就不劳你们城外人操心了。对于小偷，外面自有司法做出处罚。请继续跟我走吧。你这小妮子，跟我回区司法处，看司法长到时候怎么处置你。今天城主大人有事儿，没空见你们。楼上是工人休息的卧室，明天我会带你去见城主大人的。你好，你看见我孙女儿了吗？没看见。你有看见我孙女儿吗？滚开啊，死老太婆，耽误老子下矿你就死定了。我的孙女儿，棕色头发，扎了个小辫子，昨晚到现在她都没有回来，有谁看见她了吗？那老人家的孙女就是昨天那个女孩吧？应该是吧，不用担心，会有人通知她的。老人家，你的孙女昨天偷药品被人送去司法部，你去那里问问看吧。小月被抓了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呀！他偷药品是为了治我的病，要抓，应该抓我才对呀！是我吃了药，应该抓我才对。司法部，我要去司法部。小月啊，奶奶来了。好了，和城主见面的时间快到了，走快点吧。城主，那个叫秦爽的商人已经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你就是秦爽吗？是我。我的交易准则是只和熟悉的人交换物资。不过听侍卫说，你带来的罐头肉质异常美味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我这罐头确实肉质新鲜，吃过的人都说好。城主，您可以尝尝看。城主大人，请用。太好吃了，这比我平时吃的异兽肉要好吃一万倍。你这罐头还有多少？我全都要了，你要什么物资我都和你换。太好了，城主大人你可真识货呀。说吧，你想要交换什么物资？我想要交换冥果、净化药剂还有黄金。黄金？城主大人，黄金是……我还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那个玩意儿啊！可以交换，黄金我这有的是。来人，带他下去清点物资，把他想交换的东西给他。是。城主大人，我这还有个请求。哦，什么？昨天有个女孩偷了仓库的药品，现在被抓进司法部了。我会用他所偷药品的三倍物资来补偿你，只希望你能放过他。有这事吗？是有这事儿。这个小偷已经被基奇司法长关押进监狱了。既然你肯出三倍物资来补偿，那我倒是没什么损失。交换完物资后，我会让侍卫带你去司法部放出那个女孩。谢谢城主大人。您所有的罐头能换取的物资就是这些了，其中黄金十斤，冥果100颗，净化药剂2支。好的，谢谢。数目是对的，现在冥果有100颗了，可以升好多级技能了。不过更紧要的是，找个日子回到现代一趟，把这些黄金都卖出去，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这次肯定是发了。数目是对的，现在冥果有100颗了，可以升好多级技能了。不过更紧要的是，找个日子回到现代一趟，把这些黄金都卖出去，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这次肯定是发了。城主给你的释放令你拿好，我带你去司法部。好的，多谢。萧云兰哪去了？不是应该在大门口等我吗？
那个是什么呀？好惨啊，太吓人了。快看看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情况？司法部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滚开，都给我滚开，挤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们是没事做吗？看来是矿场给你们的工作量太少了是吧？明天我就提议城主把你们的工作量加倍。不用赶他们走啊，是我让他们过来的，正好让城里的人都看看窃取城主财产的人是怎样的下场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清楚了，作为低等的未进化人种，你们能在末世活着完全是因为城主的仁慈庇护，城里的所有东西全是城主大人的，擅自使用就是以下犯上，死罪。小玉啊！开什么玩笑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拿人命当什么了？他偷药只是想医治他的亲人而已。没见过你，你是进城来交易的商人吗？是商人，好好做你的生意就好，别多管闲事。七七司法长，这的确是城外来的商人，第一次来可能不懂规矩，请您原谅他。那这个女人也是和你一起来的吧？萧云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擅闯监狱，被我抓了起来。还有，她貌似对我杀死那个女孩的事情也非常愤怒。所以，我正在犹豫，是否要放过他。啊，算了，还是直接处死吧。哎，司法长您息怒啊！这两个人带来了城主十分中意的食物，如果杀了，城主就再也吃不到这些东西了。哦，那留一个人活着就好了。系统，将所有明果全部充能。充能完毕，技能点。加200，现在的技能点能升级多少次？技能点202，可升3级。好，现在升级。升级完毕，目前为7级，下次升级需要128个技能点。检测到肉体损伤，需耗费技能点50恢复，是否确认恢复？确认。技能点减50。剩余技能点44。这个男的一定会真的杀了萧云南，能把萧云南这么轻松就抓住，他实力肯定不弱。也许厄运子弹能把他解决掉，但是会伤及到周围的民众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急速带萧云南逃出这座城。又升了3级，体能也有所提升，应该能坚持到逃出这里。急速攀爬，激活。爽啊，攀爬技能比以前能撑更久了，清爽。别担心，我们先逃出去，到极限了，这个距离他们应该追不上了吧。哇，好险好险。对不起清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别这么说，你没有做错，只怪我没有早点过去。谁能想到他们动作会那么快，都怪我太弱了，我要是能再拖延一些时间的话。对了，那个姬奇司法长很强吗？嗯，他应该是个5级进化者。5级进化者，这算是特别厉害的吗？嗯，进化者都是从第1级开始修炼的，每突破1级都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我用了10年才突破到第3级。每个营地都会有高级进化者来守护营地安全，但5级进化者还是特别少见。据说有进化到10级的绝世强者，一招就能击碎一座城市。我还以为有了系统我就能独霸这个世界了，没想到这个末世居然还有这种强得过分的人，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。小心。金爽，我有说过让你们走。金爽，
我有说过让你们走吗？宁愿赌上爆体而死的风险，也要设法打败我，就像一只明知要死的虫子，在做最后一刻的挣扎，真是相当有趣啊。秦爽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打架呢？老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和同学们好好相处。我不要，他们欺负我，我就要打回去。我去你大爷的，老子叫你别在学校打架，你到西北疯了，别给老子丢脸了，行不行？他们说我有娘生没娘教。哎，秦爽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张经理，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老板叫女员工多喝几杯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你干嘛总多管闲事啊？以后你还是多学着点吧。放开我！别走嘛，玩玩嘛，啊！我们请客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别他妈多管闲事，给老子滚！放开老子！晦气，这小子跟疯狗一样。我们走吧，要不然条子来了。行。臭小子，别再让我碰见你。谢谢你，多亏你出手帮忙。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，你好像伤得很严重。没事，擦伤而已。你赶快回家吧，这周边不太平。等一下，我看你拿着行李箱，你是不是没地方住啊？我家有套房子正好在出租，要不你来我这儿吧。我的确在找房子，你那边房租是多少钱一个月啊？别担心，很便宜的。死狗一样，看来是进化失败了。他快迷失了，已经陷入到无尽的回忆里了。二级进化药剂的概率太低，这样下去这个人选也只能走到这里。这次的确素质不高，干脆再找下一个吧。我们试了这么多次，终究还是不能成功，也许毁灭才是他们的宿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这手艺都可以开饭店了，我吃一辈子都不会腻。只要你想吃，我就天天给你做。对了，我下午去最近很火的甜点店买了蛋糕，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想当个甜点师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怎么了？我好像忘了什么事情。你干什么？你想杀我就直接动手好了。我不会杀你的，把城主需要的物资商全部杀光，我会被骂的。而且你的脸长得不错，实在没用了还能挑断手脚筋，送给城主玩玩。转走。爽，你进化成功了！我还以为你已经……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恭喜你，进化成功了。就算你进化成功了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一级进化者而已。难道你天真到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心思明天，不可能！
这是只有十级进化者才会拥有的东西。他明明是刚进化完成的，怎么能使用金色名体？但那绝对是金色名体没错，和那次见过的一样。他明明是刚进化完成的，怎么能使用金色名体？但那绝对是金色名体没错，和那次见过的一样。回事，有股强大的气息从城外势力处传来，是哪位强者路经此地吗？我去，老大，怎么了？这股气息强啊！你也感觉到了吗？嗯。秦爽，撑住！我这就给你包扎伤口。不行，这么大的伤口根本止不住血。这是血止住了，秦爽，一定要撑住啊！我这就带你去找医生。气息消失了，这么强的进化者怎么会在我这附近打斗？不会是我哪里得罪了他吧？不过我可是正经生意人，照理说没惹过四级以上的进化者啊。坏了，你可得陪我！别说废话了，快帮我救人！真是奇怪啊。怎么了？秦爽她没事吧？不能说有事，也不能说没事。她的生命体征很奇怪。总之，我先给她包扎好伤口吧。我刚刚扫描了她的内脏，发现创伤部位有一大片金属物质覆盖在上面，可以说是这些金属保住了她的命。奇怪啊，我从没见过用这种方法治疗伤口的。那意思是说他没事吗？我可不能保证，因为这事儿确实太奇怪了。那到底是怎样？先把他留在这儿，让我观察几天吧。你们几个过来揍我。老大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就是，我们怎么可能揍你呢？你们平时被我欺负得那么惨，难道不想报仇吗？哼，来来来，揍我一顿，让你们消消气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怪罪你们的，放心揍吧。臭小子，叫你们揍竟然下手这么狠，看老子以后怎么收拾你们。赵医生，我又受伤了，你快给我治一下吧。你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来了，你这伤得也太频繁了。嗨，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很容易受伤的，这次还是要麻烦赵医生了。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萧云兰，你杀了我这么多兄弟，不会放过你的。萧云兰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把你剁碎了喂丧尸，来见见兄弟们。被他发现我们的话，一定会派人来围堵我们。我得在他通知营地之前离开这里。哪间房间有病人？你来这边，给你包扎。哦，好的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必须得走了。但是他现在不能乱动，快把他放下来。赵医生，这两个人杀了我十几个兄弟，我说过一定要弄死他们。我已经发信号了，营地的兄弟就在附近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们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在我的诊所里杀人，这是我的病人，如果你敢动他们，那你以后都别想让我医治你。可是我是认真的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病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对你病人动手，但不是你的病人就没问题了吧？哼，就让你们再多活几天，我会派人堵在这周围。我夏松保证，你们出诊所的那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
恭喜你已成功进化为完美一级进化者，天赋巨能。啊，我居然没死。你消耗3年的寿命，巨能击败了5级进化者。啊，什么3年寿命？你在无意识中依靠本能激发了巨能天赋，越级打败了强敌，代价是消耗自己的生命能量。没想到你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进化成完美进化者，是我们低估了你。是谁在说话？人类有句名言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的进化会激发系统更多的功能，好好使用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系统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当你走到道路的尽头，我们会见面的。人类有句名言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的进化会激发系统更多的功能，好好使用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系统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当你走到道路的尽头，我们会见面的。哦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只用了1天，伤口就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就算进化者里也有自愈能力出众的，但像他这种速度的我从没见过。那秦爽怎么没有醒？照理说也应该要醒了，可能需要给点刺激才行。干什么？你变态吗？不，看样子恢复得很好啊，很有精神的样子。秦爽，你先把衣服穿好了。也就是说，17号营地的人现在已经包围了这片地方吗？对，在全盛时期，我是能够打败同是3级进化者的夏松的。可惜之前的战斗，那个司法长姬奇踢中了我的内脏，所以昨天我并没有轻举妄动。这群恶徒，现在就出去把他们搞定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用。你好好养伤，现在的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都干趴下。夏松哥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冲进去把那两个人杀了？不行，我答应赵医生了，你们给老子好好在这守着。资源站那边的人说，赵医生今天下午会去资源站采购药品，我们趁这段时间进去把他们杀了不就行了？到时候就说是他们自己走出诊所的，赵医生也不会怪你的。对啊，这方法可以，就这么办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男的杀了，女的要尽量留活口。不用劳烦你们走一趟了，我秦爽自己来了。小兔崽子，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！兄弟们给我上，把这小子给剁了。你目前为一级完美进化者，使用极速攀爬技能，速度加20，力量加100。怎么可能？上次看到的你，明明是个普通的低级人类，这么短时间内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我要是用武器的话，你们应该全都死了。不过看在你昨天没有出手的份上，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。你现在跪在地上学狗叫，再叫我声爷爷，那我就放过你们。给，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所有了，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吧。就是我要的金子，来，这是交换的罐头。谢了，找金子的事你继续帮我张罗，罐头少不了你的。真是搞不懂这小子，拿金子能有什么用？现在的通用货币应该是民国才对吧？一共20斤黄金，发了发了！云兰，我先出去一趟交易物资，我得再带些食物和水回来。好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穿梭。
呀？敲这么急？清爽，房东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是你怎么了才对？你这些日子都去哪儿了？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啊，我这几天有事出去了，那边手机没有信号，对不起啊。真是的，有事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把我吓死了，我差点就报警了。以后你不许这样了，你有事出去得提前告诉我。我知道了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送你个礼物吧。啊，我不要什么礼物，你本来就没几个钱，就不要破费了。哎呀，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这次出去赚了不少呢。来，走走走，我们去买你喜欢的东西，想买啥都行。不行，去去就回。好。你好，你们这儿回收黄金吗？啊，是的，请问您要回收多少颗黄金？这么多？啊，您就是秦先生吧？让您久等了。没事。那么您带来的黄金能让我看一下吗？就在包里，你自己看吧。啊，纯度你们可以检测一下，一共20斤，你算算能换多少现金吧。您在这儿签字就可以了。经理，这人一共换了多少钱啊？20斤黄金全都达到99.6%以上的纯度，一共换了660万现金。